买了这个珍珠奶茶味的冰面包，打算试一下。Thank you.
was a young boy, I never knew I could fall in love with a woman like you.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came into my life. Now as the seasons come and they go, there's one thing I'd like you to know.的时候如果要记录时间的话，一般都是用这个阅读记录 APP， 是我一个新用的 APP，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读书日历的界面，然后它每天都有一个阅读的情况记录。我导入了这几本书，现在是在读，然后如果是要看电子版的话也是可以，这个导入书名和封面都非常方便。我的书架上这一本已读的现代主义部文化史就是已经读完的，它这边会有一个整体的记录，每次读完它会有一个时间记录，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自己每次读一本书花了多少时间，这个功能非常好。数据统计的页面是这样子的，有一个总的数据还有书的数据。这个 APP 里也可以进行读书笔记的一个摘录，可以直接拍照导入，也可以导入印象笔记，功能特别多，然后就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感觉还挺适合喜欢阅读然后或者想坚持进行阅读的小伙伴的。